是相似。这仅存的微光，这个世界渴求着名为希望的奇迹，但是什么样的存在才能被称之为希望呢？萤火般的微光真的能照亮黑夜吗？星光将息，黑暗永存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希望。对失败吧，大就结束吧，一切已成定局，放弃挣扎吧。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就算如你所说，我也不想放弃。我愿意去相信。仅存的微光，相信。